由三岁开始，鸡蛋妹征战大大小小的夹公仔机，夹到的公仔分分钟够林郑在大屿山填海。现实的夹公仔机已经难我不到了，我要挑战 App 版的夹公仔机。现在香港有个夹公仔 App， 可以随时随地实时遥控夹公仔。弹完之后货个金就可以开始啦。我首先做好热身运动，准备好啦，开始。哦，原来按这个掣可以转时点，看一下。每次限时30秒，有两个时点可以看，不过画质不算好清。看不惯，好难预位。不过它的夹都算实的，不是那些古惑的。App 入面有几十款产品可以夹，不过机台种类就只系得最传统嗰只三爪夹啦。耶！我终于都夹到啦，好开心啊！不过使咗劲多钱。虽然用咗好多钱先夹到第一只，不过熟咗之后都唔系太难。啊！我成功啦！成功啦！成功啦！耶！夹公仔的精髓永远都不是只公仔到，而是夹嗰下的成功感。所以夹不到想要的公仔都不紧要，因为你可以卖走它们换你想要的东西，例如 Switch。夹到的东西可以卖走半代币，那就可以在商店里面买东西了。由家电到科技产品都有，不过通常要夹多几只先换到。夹的东西要储齐四件才可以寄出，不过换的东西一件都包邮的啦。第一次玩就觉得个试点有啲难掌握，同埋镜头唔算好清，所以就要练多几次啦。不过佢个夹都算实嘅，所以我试过一次就夹成功啦。咁但系佢嘅价钱都唔算好平噶，大概10蚊去到几十蚊都有嘅。唔知道有冇夹公仔大师会去挑战一下咧？换生活，乐科技 ，Unwell HK。